幸好我马上就要死了，下次工作就会死了。我的名字是我妻善意，救救我啊，太爱之狼！其实我是被女人骗了，欠下了债。但是哪曾想，替我还债的那个老头恰好是个培医师，日复一日都是地狱般的锻炼。我本以为自己会死在最终选拔，结果侥幸活了下来，现在每天过得就像身处地狱一样，哈哈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我一定马上就要被鬼吃掉了，而且人还没死，脑髓就会从耳朵里被吸走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让人很不舒服的声音，一直听得到。干什么嘛？为什么要露出那种恶鬼一样的表情嘛？我走就是了。炭治郎，我说炭治郎，骨头为什么会折断？骨头可不该折断啊！骨头折断的炭治郎可没有办法保护好我，要死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要是我的心脏真的跳出来了，你就算未成年也是杀人犯了。我没说错吧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！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啊！放过我！你怎么这样升得好快？士兵啪一下就两半了呀！这也太夸张了吧！不行了，我的腿已经被吓得动不了了。雷之呼吸，一之行，霹雳一闪。鬼死了！正义小弟，难道是你？谢谢你啊，救了我一命。我们鬼杀队呀，可不是随便想玩玩就可以加入。不要小瞧鬼杀队呀！我到底哪里费劲了？很正常好吧？我是正常的，你们才是不正常。不要啊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，你们等等我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这行为真是一点也不可爱，你太让我难过了。好痛啊，好像被刺了一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女人活大，什么人？给我老实待着，这是什么呀？不要啊，他长着人脸啊，他是人脸蜘蛛啊，拜托让我从噩梦中醒来吧。好大，抱歉，我不想和你说话，我有事就先走了。我超级讨厌你这样的家伙。雷之呼吸，一之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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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霹雳一闪，六连。